南山高中的同学们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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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I love you guys， 我也是，送花仪式来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送花，我帮你拿，干什么？我帮你拿，那怎么好意思？ 三个一起看前面了哈，一起看前面，来，一二三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同学辛苦啦，同学都超热情的啦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花我来就好了，对，我帮你啊，你帮你，我可以，啊，没事，哎，有人要找你，谁？ 怎么了？楼上的，这一次没听见。芊芊，嗨，hello， 嗨，你看到大腿都超。
热情的。哎，真的。那那个，因为这个之前呢、啊，嘿，朵拉跟我刚才就在讨论，嗯，我们一直觉得你在那个101应该可以唱到很后面，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你应该要夺冠。真的，谢谢。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个每一次经验呢，都是为了下一次成功做准备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你永远都是第一名。谢谢你，太白了啊！谢谢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就是关羽。对。怎么说？其他的女歌手我都。不可以这样，今天还有两个。他们已经走了。上次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每次跟别的女歌手这样讲。真的。开玩笑的。我很荣幸啊。那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72周年的校庆，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歌手了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感性的话要跟同学说？其实大家觉得我来到这边，但是算是我回到这边，因为其实我去年的时候，我跟南山高中的那个篮球队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，对，但是我都记得，然后还去你们那个篮球场，然后有看到很多帅哥，真的，应该是高三的吧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现场，耶、yeah, ，但是就很开心，是不？是篮球队。这个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回到这边，然后也可以见到其他的同学们，然后非常谢谢你们的热情，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，所以爱你们，爱你们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在演唱会最后，就在我们关羽最美妙的歌声中，即将的画上句点。等一下，同学，好不好？要走秩序哦，不坐下就要走秩序，好不好？那帮你最后这个倒数第二首歌，歌名是什么？叫做我的浪漫，我的浪漫，好不好？最后这几首歌了，大家嗨一点，打个招呼，耶、yeah, ！好，这个脏话多了，帮我们拿一下，谢谢，好的，再次掌声，谢谢。那么欣赏风云带来的演出，好，下去，谢谢。OK， 你们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不行？可以吗？哎，我问你说，嗨，嘻嘻。我想浪漫好吗？我的那个浪漫好吗？跟你一起的步伐，你的太可太小，我是那个他。可能你不够的走我，当你记得了吗？浪漫错在最后，越多了。我却只想把伤他们的撒哈拉去掉，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我的是你这张大门，我的偶像，我不管事情，我不管回忆，想不出的撒哈拉什么不能看，我的不可以爱的就可以不是不可，我的感觉自己想被你感情做从前你让我疯，把那世界乱关系总要这么厉害，你们爱等着自己怎么才能每天陪我吃爆米花，我真的感动到酥麻，多次的情话不如来的笑话，一秒为你撒花，我的浪漫我不是你这么浪漫，我没有梦想，我不会自信，我不会回尘，不出撒花怎么不浪漫，我你会随意爱你的生命不算的好话，我没来自己
首歌曲是，大家认识我的第二首歌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首歌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所以要跟我一起唱好吗？耶、yeah ！好，我有这首歌叫《爱你》，谢谢。
小小的要求。我们可不可以拍一张大合照？可以吗？耶、yeah, ，好啊。好，需要帮忙吗？啊，有了，好。有有有。同学们，大合照。耶，你打分子哦。黑笔叶或是爱心，不要心，会爱你。啊，叶田呐，是你的。来 ，Ready， 叶田，爱你。太甜了，可爱。爱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风雨，谢谢风雨，谢谢，再次热情的掌声，听到，谢谢风雨，爱你，谢谢，谢谢。